你好，我是简。本课程的核心主题是燃脂塑形。如果你有燃脂塑形的需求，那本课程一定不要错过。本课程包含四个小节：热身、有氧、塑形和拉伸恢复。课程将瑜伽和 HIIT 以及健身体式很好的融合在一起，帮助你更科学、更顺畅、更有效地进行练习。视频课有完整的一个视频，共80分钟，同时将四个小节细分为四个视频，每一个小节都可以作为单独的一节课进行练习，也可以进行搭配组合，方便你根据需要更自由地进行练习。如果你体能较好，或者是时间充裕，可以选择单次完成所有的练习，即选看80分钟完整视频，每周可以练习5到6天。比如连续练习2到3天，休息一天，或者连续练习5到6天，休息1到2天。如果体能目前较弱，或者是时间有限，可以每次选练其中的一节，或者是几个小节。以下搭配组合供你参考。第一个组合是燃脂练习，选择第一、第二和第四小节组合在一起，即热身、有氧和拉伸三小节。本组练习组合在一起大约是60分钟。第二组搭配是塑形练习，选择第一、第三和第四小节组合在一起，即热身、塑形、拉伸三小节。三小节组合在一起大约是60分钟。第三个组合是纯瑜伽练习，选择第一和第四小节组合在一起。没错，热身和拉伸都是瑜伽练习。两小节组合在一起也是一节完整的瑜伽课，本组练习大约是45分钟。也就是说，购买本课程你至少可以有8种练习方式，如果可以，建议你一次完成完整的80分钟练习，练习感受会更流畅，效果更高效。最后，如果你希望能更有效的减脂，那建议你在饮食上避免暴饮暴食，适当的少油、少盐、少糖、少调料。祝愿你遇见更好的自己。